好，依然是重力的题目啊。这个题目是想蒙你这个运动轨迹的蒙你是不是啊？运动轨迹跟它重力方向有没有关系？没有。重力方向一定是向哪的？竖直向下。竖直向下。示意图是不是？嗯。两个静止的 ，AB 质量都是0.5千克 ，CD 质量是100千克，这有问题吧？这个，这差异太大了吧？是不是啊？这个应该多少啊？100克是不是啊？算，我们将错就错吧，我们照着来行不行啊？就照着来吧，好，就将错就错啊。那弹簧磁力计的示数等等，小这我们就取16每千克了啊，当然取0.8也算对啊，所以没要求，我们取0.8也算对啊。9.8啊，九点八，16每千克是不是啊？那 C 是多重？ C 是1000牛是不是？对吧 ？B 呢？5牛是不是啊？对。D 呢？嗯 ，D 也是。1000牛是不是？它的小重。A 呢 ？A 也是5牛。5牛是不是？这个应该杜老师查查原题去，应该这是100克是不是？100克啊，就0.1千克嘛，是不是？杜老师弄是这样，那咱们将错就错啊，没关系，就这么来吧。C 的示数，那 C 的示数取决于你两头多大力去拉它，是不是啊？对。那你看，向上是天花板向上拉它，是不是？向下呢？向下是 A B D 一起。是不是 A B D 一起拉它呀？对。那弹簧静止在这个地方呢，天花板也向上 A B D 的拉力去拉它，是不是啊？所以就看它向下拉力多大就行，多大呀？应该是1010牛。1010是不是啊？对。就这三个相加嘛，对吧？嗯。好了 ，D。D 的读数它就看向下多大力拉它，向上多大力拉它，是不是啊？你向下多大力拉它的话，向上就会多大力，所以我只看什么就行了。只看它下边拉着什么。只看向下就行了，是不是啊？你就把整个上面当成什么？一堵墙就行了，天花板就行了，是不是啊？嗯。D 多少？5牛。就5牛呗，是不是？对。实际上就是谁啊？就是拉的 A。就是 A 的重力嘛，是不是啊？对。好，三题过啊。好了，这地方呢，跟大家说一下相关性探究实验的设计啊。哦，咱们相关性探究实验，咱们第一讲跟大家复习一下。其实咱们将来这个学到浮力、学到压强的时候，我们有好多探究实验啊。这个相关性探究实验什么意思呢？比如说一个应变量有三个自变量来影响它啊，但是呢，我只想知道其中 A 对它有什么影响，那我一定要让 B、C 保持什么？控制变量是不是啊？哎，那就是我的实验目的是探究 M 跟 I 的影是否有关的，对吧？那我控制其他变量不变，然后改变 I 是不是啊？然后观察 M 是否改变，对吧？这种思想跟大家说一下啊。两次实验，两次对比实验啊，改变 I， 观察啊或者测量 M 是否发生改变啊。你看啊 ，I 要改变两次是不是啊 ？M 有两个结果，对吧？如果结果相等的话。说明结果没有随 I 的变化，对吧？对，那就什么关系？无关是不是啊？嗯。如果两个结果不一样，那说明结果随因素的变化了，对吧？对。什么关系？有关是不是啊？嗯。哎，探究性实验啊。我们下面这道题呢，其实它控制变量思想用的并不是很贴切啊，但这个题呢是北京的一个中考题啊。我们更多的这种相关性探究实验或者将来的浮力压强那一块出现。利用一个水平桌面，一个倾斜的小滑道，一个小钢球，一个条形磁铁，器材如图所示，设计一个实验，力能够改变物体的运动状态啊。这个其实咱们教材人教版教材里面就有这幅图片，是不是啊？这大家应该都会啊。就是小球上面滚下来的时候啊，它就往前滑，是不是啊？对。什么球？钢球就是铁球，是不是啊？对。你要在边上放一个什么？吸铁石。就把它给吸过来了，是不是啊？哎，吸过来了啊！但咱们北京要求什么呢？就是如果你证明一个因素跟另一个因素有关系的时候，做一次实验不行啊！万一是一种偶然巧合呢？是不是？嗯、我们就得做几次？两次。那两次很好办嘛！你第一次放这个地方，第二次放那个地方不就行了吗？嗯、你要让现象更明显的话，我第一次可以放这边，第二次怎么样？嗯、放那边是不是？对。哎，所以这思路就清晰了啊！来看看具体步骤。第一步啊，这个答案啊，小钢球放在小轨道上，
让小钢球沿轨道自由滑下，在小钢球运动方向一侧就侧面那半，按上条形磁铁观察并记录小钢球的运动情况，对吧？它肯定不怎么样，拐弯过来了，是不是啊？吸引力嘛，啊，受力方向跟运动方向不在一条直线上，是不是？嗯。小钢球放在小轨道上啊，这是第二次呗，对吧？对。然后怎么样？放在运动方向的另一侧，是不是啊？再观察小钢球的运动情况，是不是啊？发现什么呢？改变调音器的位置的时候，小钢球运动轨迹、方向、和速、大小都在发生变化，这明显说明力可以改变物体的什么？运动状态是不是、啊？这个实验设置的是大家告诉大家啊，像北京考察的这种，找应变量跟某一个自变量关系的时候，如果仅仅是找关系的话，啊、哦，有关的话，两次实验啊、哦。北京还喜欢考一种什么题目呢？就是哪呢？就是一个物体跟物体到底成正比还是反比，或者存在某一个具体的公式，那这关系就比较密切了，是不是啊？这个在北京必须要求是做六次以上实验。六次以上啊，好了，以后具体的时候，具体题目咱们再讲啊。好了，最后一个板块是力的合成啊，力的合成必须讲啊，必须讲。合力的概念啊，用一个力代替几个力的作用效果，这个力就叫做这几个力的合力啊。合力是用一个力代替了那几个力，这个力叫那几个力的合力，那几个力也叫这个力的分力。风力啊，高中会有风力这个词啊。啊，还没说呢啊。你比如说，当两个力方向相同的时候，比如说 F 一跟 F 二方向相同的时候，合力怎么做呀？相加合力就相加，是不是啊？对。当两个力方向相反的时候，合力就应该怎么样？等于他们俩差，是不是啊？对。方向呢？方向应该以那个比较大的一个。两个力比较大的一个，是不是啊？对。哎，就在咱们的预习课程里面，杜老师怎么样？都讲了啊，都讲了。好了，看看力的合成啊。关于作用在同一直线上的两个力，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：两个不为零的力，其合力一定不为零。这不一定吧？嗯，不一定。如果向左五牛，向右。也是五牛，这时候大小相等，方向相反呀，合力一定是多少？零。啊，两个力的合力一定大于其中任何一个，这不一定嘛？刚才都变成零了，是不是？对。嗯。求两个力的合力大小，就是把两个力的大小相加，这不一定，必须方向怎么样？方向相同的时候。相同的力是不是？对。哎，方向相反就是相减了，是不是？对。那应该选哪一个？是 D。两个力的合力啊，可能小于其中任何一个零，就这样。五牛向左，三牛向右，合力是几牛？合力是两牛。合力两牛是不是？对。两牛是比他们俩都要怎么样？小。都要小是吧？嗯。哎，力的合成的一个变式啊 ，NBA 雷霆队球星杜兰特跟杜老师一家是不是？嗯。杜兰小弟啊，不是，说错了啊，杜老师。球星啊，杜老师比较喜欢那个球星，他应该算詹姆斯一生的敌人，是不是？希望他能够颠覆詹姆斯王朝啊！我们拭目以待吧。来讲题吧。NBA 雷霆队球星啊，杜兰特接到了威斯布鲁克的一个传球，然后竖直向上抛一个篮球。你说他投篮他不往框里面投，干嘛竖直向上投啊？没关系，为了让我们做题嘛，是不是？拖延比赛时间是不是有可能啊？竖直向上投是不是？对。那你篮球向上运动到最高点肯定要怎么样？下落是不是啊？对。下落啊。整个过程中篮球受到空气阻力，所以篮球运动速度变大啊，变大。那速度变小呢？变小。那就变小呗，这题就这意思了，是不是啊？嗯。是分析篮球在整个过程中受到的合力如何变化。同学们，这道题啊是真正能够培养你物理思维的一道题。这道题不光是今天我们第一讲会讲啊，在以后的受力分析讲座里面，这道题还会再讲啊。但虽然不一定是原题，但是相类似的题目一定会有，因为这个题目它决定了你力学学的深度。不知道你的答案是什么？
这题这个选择题被杜老师给改了啊，因为担心你自己猜嘛。选择题答案有是一直变大，一直变小，先变大后变小，先变小后变大。就这四种情况是不是啊？哎，但是我如果选择题的话，我估计你蒙也算了，所以杜老师把它改成了这种问答题啊。你说你要答不对的话，你是对不起谁？错，对不起杜兰特，是不是？尤其作为杜兰特的球迷，怎么样？一定把他给做坏了，是不是啊？杜老师作为杜兰特的球迷，杜老师一定要把他给讲明白了啊！好了，稍微分析一下啊。篮球向上跑啊，画个篮球啊，向上跑的先往上走吧，嗯，然后再掉下来，是不是啊？这样吧，向上走画在这边，向下走画在这边吧，行吧？嗯，向上走。好了，向上走的时候，它受几个力？重力。重力肯定永远都有，是不是？对。重力啊，还受一个什么力？还受一个阻力。空气阻力是不是？对。好，它往上走，空气阻力应该向哪？往上走，空气阻力应该向。向下是不是啊？你想，你往上扔一个篮球，那空气阻力肯定向下推它，是不是啊？所以空气阻力向下啊，是不是？嗯。那这个时候的合力，我就把它叫 F 和 E 啊，那应该是等于什么？应该等于重力加阻力。重力加阻力是不是啊？对。好，重力加阻力啊。好了，一会到达什么？到达最高点是不是啊？哎，最高点的时候速度是多少啊？零。速度是零是不是啊？对。那你速度都是零的话，还有没有阻力了？没。就没有阻力了吧？对。那因为你速度越大阻力越大，你速度越小阻力越小，速度是零阻力肯定怎么样？对。人都不动了，空气干嘛推你啊？是不是啊？对。所以最高点的时候的合力，我把它叫 F 和啊，这个时候它就应该等于什么？重力。重力是不是啊？对。好了，先放着，别着急啊。到了最高点以后，它不能停在那呀，谁还不谁在往下挺它呀？地球，地球要往下拉它呢，是不是？对。在干嘛？往下走。最高点在往下走，是不是？对。好，往下走，受力分析，重力一定向哪？竖直向下。哎，竖直向下。阻力呢？阻力你往下走，阻力应该向上。哎，人家降落伞往下走的是空气往上推降落伞，是不是？对。往上。哎，那合力呢？合力应该等于大力减小力。那这两个力方向相反，合力，我把第三个和叫 F 和三啊，它应该等于什么？重力减去阻力。重力减阻力是不是？嗯。重力减阻力啊。好了，重力减阻力。那现在是问着合力怎么变，是不是啊？嗯。你先就看看你 F 和E 怎么变吧。啊 ，F 和E 等于重力加阻力，是不是啊？篮球重力不可能变，是不是？对。那能变的就是谁？阻力。阻力是不是啊？嗯。好了，阻力。哎，它往上走的时候，阻力是变大变小呢？要看什么？速度。看速度怎么变，是不是啊？嗯。你说篮球往上走，走的是越来越快还是越来越慢？越来越慢。那肯定越来越慢，是不是？越来越快就跑了。越来越快，它就回不来了，是不是啊？那谁敢往上投篮球啊？投一个没一个，是不是？越来越快，它走不知道跑哪去了，是不是？肯定越来越慢，越来越慢，然后到最高点停下来，然后再回来，是不是啊？对。好，往上走的越来越慢，越来越慢，那速度越来越小，越来越小，阻力呢？阻力也越来越小。那这个越来越小，它们俩加起来的和呢？越来越小。所以这肯定变小的，是不是啊？对。所以肯定先变什么？先变小。先变小，是不是啊？嗯。先变小，好，好了，你在这个上升的过程变小的，是不是啊？然后到了最高点的时候是 F 和 R 跟 F 和 E 呢，还是小，这还是小，你这 F 变小，小为小为小成零，是不是？嗯。你这两个相加怎么着比它大，是不是啊？对。所以先变小，到这个地方怎么样？到最跟最高点比还是变小的，是不是啊？嗯。还是再变小，是不是啊？嗯。好，到了最高点了，是这是最高点，是不是啊？就最高点这个瞬间比前面这个过程还是要变小的，是不是啊？对。好了，到这边开始干嘛了？下落。下降是不是啊？对。好了，
夏洛的话，因为重力减阻力是不是？嗯。重力变吗？不变。不变是不是啊？对。那就看阻力呗。嗯。哎，你说这个球往下走的是越来越？越来越快。越来越快是不是啊？对。这肯定啊，不信你往楼下跳试试。哎，别跳啊，别跳，别跳啊！你可以再往下扔个篮球试试，是不是啊？嗯。肯定往下走越来越什么？快。越来越快是不是啊？对。那就是速度越来越大呗。嗯。速度越来越大，阻力越来越。阻力越来越大。阻力越来越大是不是啊？对。好，这个量不变，这个量变大，那它变什么？变大。瞎扯的呢。它变小。瞎闹吧，杜老师往沟里带是不是？杜老师有那么好带吗？它不变，它要是变大的话，它应该变什么？小。变小是不是啊？对。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怎么样？是不是还变小啊？嗯。是不是？嗯。好，你在这个过程里是变小的，但是你的 F3 肯定比 F2 怎么样？还要小。因为你这是 G， 就是减 G 后面减去一个值，是不是啊？对。是不是？嗯。所以你看啊，在这里变小，这里变小，这里变小，是不是啊？嗯。是先变小，再变小，还变小，合成一句话就叫一直在变小，一直在变小，啊，是不是？嗯。所以这个答案是一直变小。一直变小是不是、啊、嗯。这个题嘛，杜老师曾经带着北京的面授班啊，高手啊，就是竞赛班那些高手，曾经提出来一个很高深的题目，不知道咱们同学有没有想到啊，肯定有啊，全国还有北京的优秀人才太多了啊。他曾经这样问过我说，杜老师你看啊，你是往下走是不是？嗯。走得越来越快对吧？对。走越来越快的话，阻力越来越什么？阻力越来越大，那如果大到比重力还要大的话，说那这个球应该再飞回去。你思考过这种情况没有？你看啊，阻力越来越大是不是？嗯。那你这个要越来越大的话，一会大到比它还大了是不是啊？嗯。因为你往下走的速度越来越快，越来越快，那既然你这个越来越大的话，就存在这种可能是不是？对。数学上存在这种可能是不是啊、嗯？我们说物理上存在啊。然后在你大到它比它还大的时候，老师你看向上的阻力要比它向下重力还大的话，它飞回去回去了吗？说我从来没看到篮球往下掉的过程是飞回去的。这个道确实很深啊，今天就是时间关系，因为时间已经超时了啊，所以这个题目呢，杜老师就作为课后思考题啊。我们什么时候讲呢？我们学而思网校啊，这个录播课程有一个很非常重要的一个辅助手段叫什么？直播，是不是啊？我们直播的途径很多啊，现在有人视频的啊，开发一个无人视频的，就是叫兴趣小组，杜老师会在我们辅助的直播课堂里面给大家去继续解释这个啊。当然了，你也可以通邮箱啊，通过我们这个网站那个新鲜事那一块啊，给杜老师留言啊，给杜老师留言，杜老师互动啊，就是会不会篮球这个随阻力变大啊回去啊，这个问题交给你了。好了，数据处理的题目，这是北京必考的一种考题啊。数据处理其实非常简单啊，非常简单。咱们说快点了啊，就是正常数据是不是？对。就是找什么？德尔塔 L 和 F 的关系。L 和 F 的关系是不是？对。嗯，就是生产量和 F 的关系是不是？对。起眼就看出来了。一乘以零点四，二乘以零点四，三乘以零点四，四乘以零点四，是不是？关系就是零点四倍的关系，对吧？对。但是这种题目一定要注意，让你找它与它的关系是不是啊？那一定是它等于多少个它，就一定要把它写哪？把它写在前面。对，德尔塔 L 等于多少个 F， 是不是啊？嗯、这一看多少个 F 啊？零点四个 F 是不是啊？对。好，同学写成这样就算了，这是错的，没有分的。啊，我就写这样。你写这样是吗？嗯。一分没有。没有单位，怎么找单位呢？你看这样啊，因为你这个 F 里面的单位是谁啊？这里是牛是不是啊？牛乘以零点四，最后知道它的单位应该是什么？厘米。厘米啊，所以它正确答案应该这样，写下面吧。德尔塔 L 等于什么？零点四厘米每牛，再乘以一个 F。也就是你看啊，把这 F 移过来，是不是 delta L 除 F 啊？嗯。
是不是 delta L 除 F？ 对。那你 delta L 除 F 的话 ，delta L 单位是不是厘米？对。它单位是不是牛？对。所以这单位应该是什么？嗯，厘米每牛是不是？哦，这么来的啊，所以一定不能，这个单位已经错了啊，所以一定要包含谁？单位。嗯，好。好了，这实际题还是数据处理的题目是不是？嗯。题目这么长啊，题目这么长，其实六次实验的表格里面对吧？咱们直接看表格啊，让咱们分析什么 ？F 与 F 一。F 与 F 一，只要我们找谁？关系式是不是啊？我们只要把这式子写的就行了啊。而且找的是谁 ？F 与 F 一是不是啊？那一定是 F 等于什么 F 一是不是？嗯。那你看 F 等于 F 一什么呢？谁都能看出来，这是什么 ？F 一减一是不是？对。就这么写行吗？哎，等会儿。哦，我知道了。哎。刚才这道题就是老师没加单位。哎，应该减什么？加牛。一牛。哦。好，一牛。要不然的话，你前面的 F 一是一个什么？两牛、二点五牛、二点八牛，是不是？你这里面是一个力的单位，是不是？你减一，你到底是减一米还是减一千克呢？嗯。是不是啊？你说你拿个两牛减一千克，这等于啥玩意呢？是不是？你啥玩意都不是啊！你说老师把这一千克化成十牛，好，那我送你狠，我就来个这个，两牛减三米等于什么？你得个四不像出来是不是？分不清那回事啊！所以这种题目一定要单什么？单位，只有同种物理量啊才能在一块相加减，但乘除无所谓是不是？乘除无所谓啊！你比如说那三牛。乘一个三米，哎，这是可以的，就是我们力学学的牛米就是什么？焦耳。力乘以距离是焦耳，这个上过预习班同学就是不一样啊。好，朋友们，哇，我们现在习惯性超时是不是？习惯性超时啊，超时的课其实有个外号叫超值啊。好了，同学们，咱们北京难度的题目啊。这一讲就到此为止，别忘了我们还有十道在线测试题，还有什么？还有二十道课后作业啊，带有答案和解析的啊，下载使用。理科你永远避不开的话题就是多做题，量变可以引起质变。好，同学们，杜老师和同学的感情交流邮箱和答疑邮箱是这个啊，学物理。赵老杜，下一讲。